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呦，老师好，老哟，瞧这两口子，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。老师啊，这哪是手挽手啊，是他攥着我不撒手，是吗？老师您不知道啊，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，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。哎呦，瞧你说的，这你知道吗？我除了喜欢京剧，我没别的嗜好啊。那倒是，他做梦都想唱戏。正好啊，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票友大奖赛，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《红娘》。真的？你演张生，你来红娘。哎呀，逛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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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逛逛财。谁演崔莺莺啊？对啊，我请我小师妹演崔莺莺，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。太好了！你小师妹是谁呀？对呀、啊，白雪梅。白雪梅，她演崔莺莺。对呀、啊，我老公演张生，我演红娘，把他们两个人往一块儿撮合。对呀、啊。喂，这怎么了？老师，您不知道啊。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冤家仇人，白雪梅原来是他的救命恩人，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是初恋情人。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。对吗？告诉你说啊，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，人家都不来、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。哎，老师你放心吧，老师、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！一会儿那白雪梅来了，跟你演两口子，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。哎呦，你放心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？算了吧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。什么？家里红旗不倒，外边彩旗飘飘。哎呦，你放心，就是家里红旗倒了，外边的彩旗。他飘也是白飘嘛。我告诉你啊，那我得时刻提醒你、回头我一掐你胳膊，你心里都就想我没什么想法，记住了吗？好的好的好的。哎呦，我没什么想法，我没什么想法。哎呦，你轻点。师姐，彩旗来了。啊，你好彩旗。你好彩旗。雪梅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这么多年没见呐，你还这么精神呢。哎呦，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。一点都不见。哎呦，我没什么想法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他在背台词呢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无有什么想法呀。你有这句台词儿啊？有啊，是我们老师啊新给加的。去你问老师。老师，陪戏吧。成，你们穿点服装。哎，好的，大伙准备啊。乐队，注意听着啊，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折戏。这个张生啊，他来跟莺莺约会，跳墙进了花园，就见着红娘了。红娘呢，怕惊动老夫人，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。用棋盘他挡着张生，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。听清了吗？听清了。哎，红娘。哎，听清了，听清了。嗯，听清楚了，听清楚了。好，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？漂亮。预备。哎，好了，来了。开始。红娘小姐，正在太湖食堂，张生啊，你的机会来了。老夫人睡觉去了，小姐要下棋，我呀用这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带你进去。那我就躲在你的后面。真不要脸。
该唱了。嗯，炸炸台叫掌声，明白了吗？哎，明白了。来，哎，张先生，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。对，炸炸台，排戏的时候你规矩点。哎，我规矩点。炸炸台，不许给他留电话。那我给他留呼机。哎，炸炸台，留呼机，你有完没有啊？完了，往下走。炸炸台，叫掌声。一会儿你跟他拍戏的时候，不准你跟他眉来眼去呢。哎，那咱俩眉来眼去的。嗯。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，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？这张生啊，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。谢梅，来。啊，谢。猴子再跟红娘眉目传情，你以为那张生包着二奶呢？就是。老师，这折戏我不熟。不熟啊？嗯，成，咱唱下一折。哎哎，好嘞。红娘领着莺莺去找张生，这莺莺害羞啊，不好意思往前走，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。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那么贱呢？又说什么呢？我是我心甘情愿呢。对对 对, 对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哎呦，容易吗我？红娘领着莺莺上场。哎。什么呀？
就你这样还不支持你老公演戏呢？老公疑神疑鬼的，老公干什么都让你砸了锅。哎呀，我已经被砸习惯了。你真不是这里的事儿。老师，我保证这回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。保证。嗯，下边张生跟英英可就该见面了。见面以后呢？见面以后俩人就把门插上了。插。那我呢？接着演戏呀、啊！你高兴地说。高兴。见他二人将门关闭，一是称心如愿。明白了吗？傻子也明白啊。行吗？哎，行，开始。请小姐莫负我这门前两声啊，下棋吗？哎呀，红娘姐，外面有人来了。走吧，英儿，该谢幕了。